When I was young, I listened to the radio, waiting for my. 舒服吗？用力按一下。我好渴呀。渴啊，我有水啊。你怎么背这么大一个包出来？这包旅游的时候特别方便。哇哦！你看这空间里面特别大，特别适合去旅游。来，什么水又都有吗？想要啥有啥。今天是你叮当猫好吗？我们每个人选三张发朋友圈，然后看谁点赞比较多啊。你输了的话，你一直背着我，直到我想要走路看一下，才让你分享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再提一个条件吧。那你输了，就在人最多的地方放声唱一首歌。好，也行。行，成交。就发对方的还是发自己的？发对方的。啊，发对方的呀。那肯定你的多呀，那我肯定输啊，因为你发的是我的照片啊。对啊，这怎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呢？你哪来自信？你觉得自己一定破绽比我多是吗？对啊。但是真的，你没有什么可以挑的，你把我拍得太丑了。你就长这样。就要修吗？还是你不要这样？帮我把牙齿弄白一点。这女明星不修的话，确实有时候不能看。我不是女明星，反正你没在说我。只是稍微修一修。只是稍微修一修。看你拍不是最重要的，修是最重要的。在朋友圈必须帅，真实的所有人发朋友圈的图都是在现实一直默默在里修，然后实际上，哎，我好嘞。来吧，发朋友圈，来，一二三，好了，一个小时后见，现在是2:50，3:50出结果。我们自己弄闹钟吧，我定个闹钟。我已经有十个了，你有吗？我有四个。你哎，不，你微信总共几个朋友啊？不能这么看呀、啊。你们夸我帅呀、啊？没有，都在夸我。没有啊，都夸我。我的点赞一直在等，这可能会破我朋友圈第一条记录，就点赞最多的。居然是我的拍我的照片，我的照片在你朋友圈超破记录，多好啊！你看，怪不得我发你照片在我朋友圈没人点赞。不是，是我人缘好吧？我想，我还有评论都没有评论，还有聊天还有评论。大家对你没什么无话可说。好，肯定是我赢。话不要说那么早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